美方执意通过并签署包含涉华消极内容的对外军援影子法案，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该法案严重侵犯中国主权，鼓噪向台提供大量军援，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破坏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以所谓国家安全名义无理打压美国企业，再次暴露美方一贯的怕人怕狗的制度。该法案还无视中方为帮助美方应对芬太尼危机所做的大量工作，鼓噪制裁中方，对中国和伊朗在国际法框架下正常经贸往来威胁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为中美在相关领域合作设置严重障碍。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涉华消极条款。如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